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，在国历113年9月21日至2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，由范拜法师诵经祈福，以虔诚报恩之心礼忏，听经闻法，拜忏消灾，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。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2，询问电话07-717-2769。